向前进，前进有奖品，我要跑第一。要开飞机，要电视机，要 CD 机，要 MP3， 要冰淇淋，要人民币，不要看看戏。聪明、勇敢、有力气，我真的羡慕我自己。呼啦圈也没问题，后空翻两周再进个礼。寻找减肥的朱古力，圆头圆脑圆肚皮，里面是生命的真谛。让我们呼啦啦啦啦啦高歌一曲。我要去减肥，除非冰淇淋不再那么贵，3块2毛1。我也要人陪，除非我有你去换红玫瑰。我们的实验室终于建成了。哎呀，忙了一整天，终于可以睡个安稳觉了。好舒服啊。哎呀，迷糊老师。你能不能小点声，吵得人家都没办法睡觉了。小猪猪，你快过来呀，试一下这神奇的井水啊。啊，干嘛找我试啊，你自己不会啊？不是这么夸张吧。我发现这里的井水好像有一种神奇的能量，能够激发出我身体里的潜能，实在是制作超级棒棒糖的绝顶好材料啊。是吗？好刺激啊。我没骗你吧，这次我们能够找到这么高能量的井水实在是太幸运了。迷糊老师，我现在浑身是劲儿，心里好像有一团火，就快要爆炸了。这么夸张？叉叉叉叉蹦，叉叉蹦叉叉，洗刷刷洗刷刷，洗刷刷洗刷刷。迷糊老师，你也来一起跳吧。叉叉叉叉。哎呀，你喝的是什么呀？那么兴奋。哎呀。就是那瓶井水嘛，啦啦，井水，啦啦啦啦，摇摇摇摇摇到外婆桥，外婆说我乖，不是小呆呆，啦啦啦啦。你喝的是我做实验的酒精啊，它的纯度是99.9度啊。摇摇到外婆桥。昨天晚上我已经仔细研究过了，发现这里的井水不但天然纯正，没有受到任何污染，而且还蕴含着一种神奇的能量。那我们岂不是很快就可以研制出超级棒棒糖了？不，要想制作超级棒棒糖，我们还需要另外两种纯天然的材料。那
是说？没错，我需要的是鸵鸟蛋的蛋黄和犀牛的牛奶。啊，鸵鸟和犀牛？猕猴老师，你就是多事，你是不是故意找我们的麻烦呢？我像这么无聊的人吗？像。其实，犀牛的牛奶既可以增强你的肌肉弹性纤维，还能排出你血液中的毒素，而鸵鸟蛋的蛋黄则让你的身体内能量聚集为一点，然后再通过身体的神经细胞引发出来。真有这么神奇呀？我怎么以前没有听说过呢？切，一般人我不告诉他。可是猕猴老师，犀牛不是生长在大草原，鸵鸟不是生长在大沙漠吗？现在我们这里到处都是高楼大厦，哪里还会有这些动物呢？是啊，现在连井水都没有了，哪还会有这些珍稀动物啊？有。在哪儿？在哪儿？国家动物博物馆呢？我们真的要这样做吗？我怎么好像听到有声音呢？猕猴老师，这里的铁门这么高，我们小猪猪，你放心，我早有准备。哇，猕猴老师，你好专业哦，偷东西。虽然这里守卫森严，但我猕猴老师并不是浪得虚名的。等我一下，我马上给你开门。不用麻烦你了，猕猴老师。现在的人就喜欢吹牛。这里竟然没有人把守，不会吧？小心！你千万不要乱动，这条走廊可不是看上去那么简单的。带上它，你就知道了。这里表面看上去没什么特别，但其实布满了红外线呐。红外线？这里设下了173条红外线，一触即发。我怎么什么也看不见呢？这个问题问得好啊，因为这里采用的是高科技的隐藏式红外线，就算戴了墨镜也是看不到的。可如果你一不小心碰到红外线，那红外线就会急剧升温，变成炽热的 X 射线。如果被 X 射线射中的话，
轻则全身灼伤，重则，哼，马上变成烧猪。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？不用怕，感应器的开关就在对面，关闭电源就没事了。哎呀，猕猴老师，你是不是总喜欢说废话？这里这么多红外线，我们怎么过去啊？哼哼，经过我多年的地狱式训练，这些红外线的分布位置我都清清楚楚地印在脑海里了。你瞧我的，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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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在练习跳舞吗？啊，这里写着停电维修呢。哎呀，走之前看清楚嘛，还学家明星戴墨镜装酷。哎呀，小飞马，一代马王的后代，曾经赢过多。